接下来这首曲子哈，也是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境的哈。讲一个小故事哈，我是从乡下的小孩子长大，我出生在彰化县的二水乡，也是一个很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哈。二水乡，总水西办的一个小乡镇。那直到初中才到台中来读卫道中学啊。那我在读卫道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初中哈，其实艺术的涵养，我小在乡下，其实我觉得艺术的涵养应该没有那么多可以让我们接触的。结果卫道中学一年级，我记得什么？美术课本发下来，我都很兴奋呢。美术课本发下来，我就怎样？我就翻开来美术课本里面的图画看，让我看到了两幅画。现在想起来，哇，都印象深刻，就是法国的画家叫米勒的《十岁》跟《晚岛》。好，那怎样？好。那一幅画刚看的时候很感动，可是后来又听到同样是德国的作曲家叫布鲁赫的这一首《晚岛》，都让我更感动。《晚岛》，你看看那幅画里面，就好像是傍晚的时候，农夫辛勤的耕作的时候，听到远处啊教堂传来钟声，然后他就停下来，跟他的太太面对面这样祷告。那种虔诚的心情哈，又用大提琴拉出来，让你非常的感动啊！就好像我们慢慢已经到达黄昏的时候了，这时候我们就来一个晚祷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首曲子其实就比较复杂了哦，大概快要9到10分钟哦。你古典音乐要听到10分钟把它听完也不简单哦。所以来分两个大的部分，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哈是一个小调的，一小调一出来，你看啊，你只要钢琴一出来，你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的慢慢飘下来的感觉啊。你如果不相信，当钢琴弹的时候，我当落叶飘给各位看。情境，为什么叫不会拍呢？那个小调的感觉就让你觉得啊，有一点点。其实你在晚祷的时候，不管是基督教或是我们这边的本土宗教，哦，我小时候我的阿公来到我家，我阿公讲起来，听你阿公来拜妈做谁，我阿你较清心啊。他叫我们家这一个带我去拜妈。那拜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让我心情不想，你心里在想什么都可以。可是通常祷告的时候，都是很多比较充满很多悲苦的心思，要跟上天要祷告，要跟他求他的谅解，求他的帮忙的无助的那个需求，所以这样就这样慢慢下来。然后没有多久，你看到他拉出了第一句很美的一个第一句的那个乐句。其实这个乐句是从布鲁赫在教堂里面听到那些宗教牧师在教他们唱的那些歌谣里面改编的。所以我们现在再看落叶飘下来没有多久之后，大提琴的拉出了第一句让你感动的第一句。你已经听完第一句这么感动的一句了，接下来乘胜追击，
我刚讲的最简单是 ABA， 可是再复杂一点的话就是 ABACA， 不困难的。你刚刚吃三明治，现在给你吃麦当劳的大麦克，有没有道理？大麦克有三层面包啊，中间有土，有那个番茄蛋，还有一个那个牛肉，所以稍微延长一下。所以你刚刚听到这一句里面哈，它会 A B A C A 会出现三次，所以每次出现的时候，我就比一给你看啊。你对音乐要有感觉有记忆，等一下不困难了。而且一开始要让你印象深刻，它印象深刻，它这一句重复了再一遍，只是用不一样的一个语法跟那个感情来表现而已。所以每次这个曲子，这一句出现的时候，我都会比一给你看，一啊，比了三次，那你就知道它的进行了。这是所谓的轮旋曲啊 ，A B A C A round 啊，一个轮旋曲。好，再来的后面的第二段马上是不一样的，前面是悲苦的，在那边祈求，在那边祷告，可是到第二段的时候变成大调了。一大调一开始，你看钢琴，哇，那个就好像心情豁然开朗。好像刚刚在下雨，现在阳光普照那种感觉，你等一下一定会感觉到，那钢琴用很多的那个爬音这样，哇，上去了，那你就心胸就开阔多了。然后大提琴也跟着它的这个那个旋律拉了一遍，所以你看第二部分变成大调哦，比较豁然开朗的曲子的风格是怎么样？前面跟后面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后面这一段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A B A 又结束了，然后中间稍微不一样 A 又回来。好，各位不要太有压力，再给我十秒钟就可以了。这十秒钟里面你要记住哈，我的肢体语言哈都可以提示你这个音乐进行到哪个地步。前面是小调的，所以我哪有可能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对不对？应该是哒哒哒哒。你看到我的肢体语言就知道那是调性是什么。小调是音域比较窄啊，比较有一点淡淡的哀愁，有一点悲苦，可是中间其实隐藏了很多更不一样的热情在。那到第二段的时候，钢琴那个有没有哒哒，下面哒哒地方，哇，牌子上去就是一个豁然开朗。那我会这样，对不对？哦，所以这就两个不一样的段落，这样你就大概知道哈。所以我的肢体语言绝对不是随便乱比的哈。是深入了乐曲的精髓，然后我用一点点自己来跟大家提示一下。那顺便跟各位讲，我这种推广古典音乐方式是我自己很坚持的，希望各位能够谅解，也希望能够接纳。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纳，你就眼睛闭起来，不要看我，看这两位美女啊，或是你眼睛闭起来，你神游一下都可以。那我绝对不会破坏画面的，我只是站在旁边稍微提点一下而已啊。我很有经验，我不会破坏这么美丽的画面。这样可以吗？好，
Thank you.